希望那个，我希望那个，就是中南部的朋友可以，就是带你们的伴手礼来给我。骂掌 OK 吗？自己慢慢包的。是有。那我会收到很多骂掌，我收不完啊。那不要骂掌，不要骂掌，芙蓉姐有很多骂掌，不要给我骂掌，拜托。那现金可以吗？太棒了！哎、你的什么表情？哎、欸，我给他一个那感觉说，不要侮辱我的人格。结果我回答就是太棒了。老实说，那个什么，我就是前几天那个粉丝团有办那个《剑魔之战》滑鼠店送滑鼠店嘛，我看到。然后前几天就在抽十个人送这样，然后我就看到有很多巧巧的粉丝也来分享，因为我是属于那种就是我会挑这个人，然后我就稍微再进去看他的个人版长什么样子，然后就发现他整个版都是巧巧的东西，我本来抽中他就把他按关掉。你在黑箱还把他拉掉？我会这么做是因为你之前也办过，我怕如果他重复抽。哦、所以你是先抽出来，然后再看。对，我抽出来，然后再去找他在哪里，有没有确定分享？因为有些人分享会关起来嘛。可是我都有规定，大家要公开的。然后如果有些不良的行为，还把他拉掉。对，不良的行为，例如从酒驾被 take 之类的。不可能，有这种东西啦。请问主持人会 B talk 吗？我想提问。是 B box 不是 B talk， B talk 是 A P P， 谁会？我的专长是 B talk 啊，你的专长是 B talk， 那个拿出手机，这就是我的 B talk， 烂透。那个，哎，你以后我们节目开始你都热舞好不好？就学国光帮帮忙，随便扭啊，我就换个音乐给你啊，我 OK 啊，可以吗？哎，导播哥这样不错啊，可以啊，我现在来看没有？好啊，那音乐呢？哎，我们要帮你放音乐，你先等一下，你先来用手机吧，等一下，你要先。而且你这样子很像欧巴桑哎，就跳土风舞的那种，真的这样很像，对不对？要不要靠近麦克风？我帮你拿靠近麦克风。要。你这样有上吗？你到底有没有在节拍上啊？好像你是这样，我在看节拍，到底有没有节拍啊？有吗？有在节拍上吗？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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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有啊有啊，你继续嘛，很棒啊。 OK OK， 你要有自信啊，很棒很棒，对对对，很棒很棒，越来越渐入佳境。其实我觉得不错，真的不错，但是大概到第二分钟你的动作就是一样的，对吧？你还有别的吗？我们可以，你看我下体有多酸吗？但其实我跟你讲，一开始我以为冰镇很甜，但我自己实际喝我却蛮好喝的。我跟你讲，我也想接。真的啊？那我帮你问问看。那他可以喝别的吗？我没有喜欢冰镇。当然不行啊。只能冰镇红茶。妈，你接一个冰镇然后喝星巴克是不是啊？神经病哦、喔！我有智障啊！对呀、啊，超烂的、欸。我有智障哎、欸！不然你是只是想人家的钱嘛？讲那么多。他就想说，我们现在会不会表演就是巧巧屁股痒，但不能用手抓，对，对，要磨蹭的方式。你看，是想遮脸包头。